集咧，我就会教大家啲减腰嘅动作。如果你想你嘅身形睇上嚟靓啲，又点可以冇一条纤腰呢？所以今次咧，我重点咧就系教大家点去减肚腩。先强化背部，减少背弯嘅情况。趴喺地下，手喺身后面，手指互扣，蹬直双手，并且升高，令到膊头向后，升高上身同双脚，直至只个腰喺地下。头向后，令到颈部得到延伸。第二个动作，屈曲双脚膝头哥，直至脚踭接近臀部，两臂向后伸展，双手喺外面捉实两脚嘅脚踝，抬高两个膝头哥离开地面，拉动两只脚向上，同时令到胸部离开地面。手臂同手嘅动作就好似一条弓弦，拉紧身体成弓形。只有腹部支撑身体全部的重量，头部和脚重新回到地面，放松。坐在地下，伸直双脚向前，双手摆在身后的两旁，上身向后弯，同时抬起双脚，手指对着脚的方向，膝头哥绷紧，就好像棍一样那么直。脚趾向前，身体的平衡只是靠臀部去维持，脚和地面保持在30度角，维持20秒的时间，放松身体，放在地下，瞓在地下，双手手掌按在身的两旁，将双脚升高和地面成90度，慢慢将脚降低至60度，维持10秒。肚要尽量贴近地面，不要升高腰，再将脚降低至30度，维持10秒，最后降低到最接近地面，但是双脚依然都是离地的，再升高双脚和地面成90度，再次重复做一次，最后放松全身，瞓在地下休息。咁我第一次就跟 Coffee 学瑜伽啦，咁好耐都已经冇做过运动，好多年嘅啦。咁因为我自己可能工作关系同埋我懒啦，咁我事前我知道今日要学瑜伽，我已经做咗几下热身嘅啦喺屋企。咁但系今日一做啊，大家工作人员见到我做都笑咗啦，因为咧佢嗰啲动作咧，例如可能减肚腩嗰啲咧，你伸嘅抬腿咧，我抬咗几下，我已经好似做咗我成年嘅运动咁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有啲动作睇起嚟好容易，但其实做起嚟真系唔系咁简单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offee 林千宇。如果你都想跟我一齐学瑜伽嘅话咧，就记得订阅我嘅频道啦。